好，今天刚才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问你们，让你们做了一个，给你们看了一篇文章，是不是？这篇文章你们读完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没有读完。是。那你通灵你读到哪了？你没有读完是不是？读完没有？读完了。你知道这个文章大意是什么吗？大概的意思，大概的语气。还没有。你讲过的嘛？因为人波比参加的活动，Kevin 呢？你看完没？你看完没有这个？还没有。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没看完。没看完啊。那个庞呢？庞建伟啊？你看完没？然后看差不多看了，看不看完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大概是什么意思吗？大概是，那从帮助低收入家庭的一个筹款，一个筹款活动。OK， 好，那个还没有意思。看 ，OK，Good。你知道怎么猜的吗？因为。你讲 ，adjacent 在呢度，唔系呢度。唔需要咁多时间去。唔需要咁多时间 ，OK， 所以要紧。你就好近。还有没有其他的词你能认识的？其他的词，时间够不够啊？不够。所以时间不够 ，OK， 好。